恋恋半线科学营，非常的感谢彰化师大，尤其是郑耀宗教授的支持，那也谢谢彰师大陈明飞校长还有相关师长的支援。另外第二个感谢，我们要感谢彰化高中王英煌校长以及27位彰工的彰中的学生，还有丁建奇老师以及王安华主任。那最后我觉得说，这样一个恋恋半线的科学营对学生的帮助很大，尤其对我们的分院乡，我们大手系小手，整个108的新课纲串联在一起，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很感谢这样的一个科普计划。这次由彰化师大、彰化高中跟彰化女中一起组成的科普团队到分园国中来办理科普活动。那这一次的场次呢，是由彰化高中27位科学志工，在刘小倩老师、蔡孟佑老师跟丁倩琪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在我们分园国中办理恋恋半线的科学营。这次科学营呢，一共设计了8个科学闯关的活动。那特别感谢分园国中蒋校长的团队呢，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那也邀请社区里面的国小的学生，跟我们分园国中的学生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科学营的活动啦，能够激发学生们对于科学学习的兴趣动机，进而呢能够让他们在学习上产生更大的动力，那也让我们分园地区的孩子们有更多享有科学学习的资源，让他们的教育资源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的益助。那特别感谢彰化高中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出动了27位的科学志工，让他们也在这个服务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增添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一个实践的机会。